典之美。圣文生是人道关怀的主保，在台湾有个平信徒团体圣文生善会，关怀着弱势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圣文生善会是一个堂区社区型的平信徒慈善组织，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做社区内的弱势族群的协助工作。那以现在台北市来看，有很多的高楼华厦，也有很多的贵重商品的店家，好，那完全是21世纪繁华的景象。但是当我第一次到社子地区去做服事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市容，好，不管是在道路建设，或者说是在住家来看的话，其实两相比较，跟市区是有截然不同的对比啊。那在那里有不少的弱势族群跟独老啊，需要别人陪伴跟送餐，还有经济上的一些急难，或是日常的经济协助。一个人落入贫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在经济上出了困难。好，那以我们所服务的这么多的独老的个案里面呢、啊，其实事实上婚姻占了很大的一个区块的比例哈、因为一个家庭一旦婚姻出现问题啊、经济上出现问题，那家人可能就离你而去。渐渐的当你老去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就会变成孤独的一个的长者啊。那举例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是在中年的时候经商失败，或者是婚姻暴力，然后跟原有的原生家庭分开之后啊，一旦一个人独自在外的时候，对子女的关心跟教育显然就没有办法尽到责任，所以逐渐的也跟自己的子女的关系疏离哦。所以在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些个案的子女现在可能目前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县市，但是对于境况非常可怜的长辈来说，却是不敢希望的一种亲情的温暖哈、所以显得在日常生活上面，只要是有社工来访，或者说是有慈善团体来访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的感到温暖，好、所以在我们做服务的过程里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家庭的重要啊、如果一个家庭健全，不仅可以自己能够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之外，同时也不会造成社会的负担。善会最主要的关怀的方式有下面几项哈、第一是关怀访视，第二是送餐，第三是经济上的一些协助。好，所以我们有绝大多数的个案呢，我们平均是大概是两周左右我们会访视一次啊，然后对跟个案建立起就是伙伴的关系，好、
所以我们了解他的近况，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经济上的困境。当他们一旦发生经济危难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们，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急难员、急难救助。那送餐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每个主日我们会去做送餐，那最主要我们的送餐与外界的送餐不同的是，我们想借由这个送餐的服务啊，与一些特定的需要关怀的对象，我们建立起就是比较常态性，然后就是比较亲密的这种接触关系啊，然后从这个当中呢，我们还会不断的去发掘到，就是有其他的同样境遇的对象，他们会彼此的跟我们做引荐，所以我们的服务范围跟人数上才有办法逐渐的扩大。我们目前的资源来源最主要就是像现在中秋佳节快到了，我们已经连续第八年，每一年我们都会做凤梨酥礼盒的募款，好，这是我们一项的基金的来源。另外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恩人捐款，好，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在劳力上面的奉献，也就是说我们急需渴望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有热心的不管是教内外的兄姐，都欢迎来跟我们走一样的道路，就是做我们的志工，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做服务跟访视。